各位嘉宾，各位来自广东省、澳门、北京、广西和香港的同行，大家好。我很高兴出席第五届粤港澳情教人员运动会的欢迎晚宴。粤港澳情教人员运动会是一个理想的平台，让来自不同地方的健儿在运动场上使出浑身解数，通过运动竞技来增进友谊，同时宣扬健康生活模式的重要性。今天大家来到中国学节参加比赛，我请代表香港警察署向参与运动会的各地代表和嘉宾问好。一直以来，粤港澳情教人员运动会本着友谊与比赛并重的精神，努力提倡运动活动，加强粤港澳三地情教机构的沟通。我相信各位健儿一定会全力以赴，发挥勤奋精神，争取最好的表现。最后，我祝愿第五届粤港澳情教人员运动会成绩你们硕果丰收，谢谢。下面请澳门监狱李锦昌监狱长致辞。